大家好，我是马叔叔，今天来选择这个周杰伦的《一路向北》。好，我们看一下这首歌怎么弹。好，那这首歌呢，你要跟原 key 一样的话呢，你要先加一个一格。好，那我们开始哦。第一和弦呢是一个一和弦，第二和弦是什么呢 ？A sus two， 再来是什么？升 C my seven。Sus2， 好，那右手怎么刷呢？右手是食指刷下去，然后接下来是中指、无名指、中指、无名指，试看，对吗？再次刷二一二，接下来你的这个左手的无名指来到第二条第四格，然后放开零，然后一二，再收。OK 吗？哎呦，有没有向北的感觉？再说，再来是 A sus two， 我发下去以后，拿右手是一样的。接下来是升 C my seven， 中指起来，再次。A sus two， 好 ，OK 吗？继续喽，下一段是一样的，弹过去喽。第八个小节，进入到主歌喽。升 F my， 你可以用封闭的方式按，或是你可以用大拇指按第六条，然后后面三指头中指、无名指、小拇指按着二二，这样也可以，可以吗？弹完以后唱后视镜里的，然后再来是什么？升 C my seven， 四六锤音，四已经按好了嘛，然后你无名指锤六，四五。六四，再说，好，前面这两个小节把它连起来，九跟十哦，九跟十小节把它连起来。后视镜里的世界，继续哦，越来越远的道别。你转身二一零，我刚好是配上你这个唱的。你转身，继续喽。